上大人又到哪里去了？真是的。此上大人。轩辕姬啊，真早啊。居然放着政务不管，在别人房里睡觉。看来需要惩罚你一下呀。拜托了。怎么这么爽快啊？最近大家都与我疏远了，真是委屈。只有元君你啊，还是原来那个样子。无论历程变成什么样子，子上大人就是子上大人。你会像这样逃出来，就是最好的证据啊。是啊。如果疲惫了，就原谅你一下好了。不过为了防止你又到别的地方去，我要在这里守着。那太好了。